手牵一手，霸昌一起走，霸昌一起走。早上九点半，一篮一篮联署书送进新北选委会，要在选委会一一清点。近三万份联署书出动六部拖车才搬完。他选前的政见都是为了整个社会，为了下一代谋幸福，但他选后所作所为毁家乱治，处处破坏伦理。民意绝对不是用完就丢，民意代表不是只为了揣摩上意，只为了政党利益。黄国昌们、时代力量们在立法院不但没有制衡的力量，而且还成为作秀的舞台。台湾不能够容许政治这样的沉沦，而且没有底线。霸昌联署第二阶段门槛25000份，罢免团体送出的29000多份已经达标，过不过门槛，选委会40天内给答案。罢免行动要是顺利进入第三阶段，立委黄国昌最快10月份就会面临罢免投票命运。他有许多作为，让我们看见他是表里不一致的。我想民众都看得很清楚，他的支持者担心他会被罢免的事情，他请大家看他的脸，你觉得他有在担心吗？我觉得充分表现他对选民的不尊敬跟高傲。批罢免活动以来，黄国昌态度傲慢，霸昌团体认为罢免行动展现公民意志，号召新北选民继续用联署投票传达基层不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